腥味的，很自在，没什么拘束。你常一个人来啊？我昨天还看到你，你没酒了，我请你喝一杯。Bartender， 那怎么好意思，我自己叫 Scotch on the rocks double， 两杯谢谢。这有什么关系，今天我请你，明天你可以请我吗？你挺有趣的嘛。这个都市的每个人可能都有烦恼，不过来到这里啊，就暂时抛开这些，这是很 relax， 很自由，没有负担的。来，细粒子罔细粒子，细人客啊，馒头遮大坑，讲人啊，对，馒头遮大粒，坑人啊坑袂疼，这个当阵细粒子罔细粒子，人客啊，馒头遐大粒，坑人坑也袂疼，嫌姜啊细粒啊，就会嫌死人。像阮这个两粒零，共死三个日本兵，我看不是了赔啊，有诶无？老板，阮想讲要去做看卖，今日所知影，插头吼，顺顺甲你出出入入啦，根本都无通啊漏光啦。生意哪会好？生意根本都无够支出啊，而且我卖做呢，根本都无通啊做落去啊。阿豪啊，咱兄弟啊搬了遐尼久，你也知影我做人，卖怪我吼。免来怪你啦，甲你说都说得袂赴啊，卖安尼啦。王老板啊，我嘛想要讲，甲节目做好啊，啊，不过生意遐尼歹，啊，人客口味做歹见诶。无安尼啦，今仔我转去绝对叫遐个查某囡仔，烫一个较有诶，互人客看一个较爽诶啊，吼。尤其迄个阿花大学毕业，叫伊烫就无爱烫，绝对叫伊烫啦，一定会有噱头啦。牛肉肠我不爱烫哟，肯定看放哟。牛肉肠呢，有是文化中心呢。好啦，先提一万块，算我头家，该起莫子啦。安尼我不爱疼哦，砍掉啦。王老板，食薰啦，等我叫人来较拍拼，望去做看卖。黄律师。上述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？你放心啦，
法院很多人，是我的学长和学弟的。律师，价值有高不？伊是死刑犯呢，官司若拍愈久，钱都开愈多呢。这个官司啊，可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啦。东方舞台，东方面孔。是王老板要给你的，要脱不脱随便你的，我被疼啊，给你这个低啊。这个南台湾哦，这个天气实在有够烧热啦吼，不过我清凉一下都冻会了，所以呢，咱今仔特别安排一个 very special 的清凉秀，特别请咱这个大学生阿花小姐来给咱跳这个清凉秀，来，和声甲吹嘞，请咱阿花小姐出场。Thank you.